今天为了拉开跟中国大陆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，开始加速在国际照明还有车用市场的布局动作。根据了解，金电在照明市场上除了已经取得飞利浦欧司朗的代工订单之外，今年也顺利打入了美国市场。另外一方面，在车用市场上也陆续取得了日系、韩系车厂的非车头灯订单。